挑战新闻，挑战您知识极限。大家好，我是陈雄威。上个月呢，震惊全国的这个巴黎双尸命案呢，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之后呢，现在检警呢是准备收网，要写起诉书了。但是现在呢，案情呢竟然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惊天大逆转呐、啊！先前呢被认为可能是共犯的，包括咖啡店的店长等人呢，现在经过调查后呢，检警认为他们应该都是清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铁证呢，让检警的调查会做出这么样的一个结论？目前还没有定案啊。不过呢，现在的方向认为呢，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呢？我们先介绍我们来宾啊，一起来探讨这个事。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雄威好，大家好。还有时间大学的副教授赖月谦，雄威好，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胡孝成，大家好。还有环球科技大学的教授欧崇敬，大家好。还有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石孝伟，雄威好，大家晚安。好，真的仿佛就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剧本呢、啊，在台湾呢真实的社会案件上面呢就上演了。难道呢现在的案情的大转向，这么心狠手辣的事，真的都是谢姓女主嫌一个人所为吗？我们先看这则报道。警方追查巴黎双尸案出现戏剧性的发展。28号晚间，检警带着吕炳宏到妈妈嘴点交，将之前查过的部分物品物归原主，似乎意味着排除他涉案，也表示咖啡店并非命案的第一现场。另外，检警也在淡水红树林找到凶刀，凶刀上除了有店长谢一涵指纹外，还有陈进福的指纹以及夫妻俩的血迹。初步研判，谢一涵疑似因金元被陈进福妻子张翠萍斩断，将夫妻俩杀害。全案指向谢一涵一人犯案，初步排除吕炳宏、欧时成、钟点峰三人涉案。当初双尸案爆发后，欧时成等三人因为通联记录遭到调查，期间不断透过镜头喊冤，如今唯一凶手浮现，只希望生活转为平静，重新再出发。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先前那些某些媒体这样子瞎办案，演很大，不是都白演了吗？因为这好像都演错了，接下来还要再演一遍吗？对，这个社会新闻里面的这个凶杀案命案，对不对哦？通常啊是峰回路转 但是有多少证据，那就办多少案，很简单哦。那这个案子呢，峰回路转不断的，因为它实在太离奇、太玄机，而且符合性谎言、录影带等等哦，所以对，所以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嘛，对不对？那当然，里面为什么会说有性呢？因为有一段暧昧的这个忘年之爱、忘年之交等等哦。那实际上这个引起的应该是所谓的财杀，不过呢。今天媒体的报道是最新的进度呢，因为这个案子将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起诉哦，所以显示这一两个礼拜呢，这个检警的手上他们已经查到了新的事证。对，那么相信啊，这个把刀哦，现在所谓的凶刀上面说有这个两个被害人的血迹嘛哈、所以证实是凶刀。可是呢，上面有两枚指纹，一枚是谢一涵的，一枚是陈进福的。对，不过有些媒体就直接认定说，会不会是陈进福受谢一涵的唆使杀了他太太，对，然后再被谢一涵灭口？对啊，这推论、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他比较武断一点、因为如果万一不是，对死者跟他的家庭是二度伤害哦、而且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呢，虽然他们之间谢一涵跟陈进福之间有一种高、年龄蛮距离蛮大的一种很暧昧。的一种情愫哦，可是不要忘记，前案是由钱来的，是因为张翠萍在2月16号失踪的前一天，因为不满她的老公要认她谢一涵当干女儿，而且在钱的部分有一笔500多万代客操作，谢一涵玩期货输了200多万，所以呢，他太太要斩断，所以把斩断这个经脉，所以把自己所有的值钱的存折跟所有的珠宝全部都锁在家里的保管箱，而钥匙去藏放在实践大学里面，所以全案是由财杀而开始，如果是陈进福做的，那请问你谢一涵何必在两个人饮料里面都下毒？那么陈进福已经79岁了，他按照下毒的那种下安眠药的比例呢，他应该年纪比较轻，抵抗力年纪比较大，你抵抗力比较差，他会先昏迷嘛，对不对？所以他如何去杀他太太？而且不要忘记哦，他太太这个他太太张翠萍呢，除了被砍杀之外，肋骨是断的，所以凶手是对很痛恨这个张翠萍，他不需要对他的太太下此毒手哦。所以呢，全案我相信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水落石出。那至于谢一涵的部分，因为他又约人，又买镇静剂，又盗铃，又化老妆，现在水果刀又有他的指纹，一个女生啊，对。所以呢，相形之下呢，他是主嫌，已经是非常呼之欲出、肯定的哦。那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共犯，那检警必须给全国的人民一个交代。当然，是女生啊。当然，他起诉的时候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起诉所谓的共犯啊。好，刚刚雄威问到说，女生呢、好，谢一涵一个女生，
可以从头到尾策划这个杀了两个人，而且藏了那么久，然后跟检警斗法那么久，害检察官、警方都被骂，对不对？对啊。那一个女生呢？女生是怎么办到的？其实翻开台湾的女性犯罪史哦，像这一类的黑，我们常俗称叫黑寡妇哦。那像这一类的黑寡妇的这种看起来文静，然后非常的可爱，可是到后来非常的凶残哦。这种案子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台湾地区啊，女性杀人犯杀人数最高的一个记录是十个人，十个人，他一个人就杀了十个人，一个人怎么弄啊？民国七十三四年的时候，当时在南部的这些宫庙有出签诗，签诗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南部将发生大瘟疫，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件事情在当地就引起了恐慌，其中尤其以屏东枋寮哦，恒春枋寮附近的一带，特别大家特别的这个等到紧张，为什么呢？在那段时间里面，雄威你知道吗？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总共枋山枋寮这附近总共有七个国小国中的学童被毒死啊，毒死啊，死掉就是猝死，死掉口吐白沫啦，死掉不明原因抽搐。为什么这么狠啊？对，那照理来讲，我刚刚说是毒死，那是后来才知道，后来才知道，一开始以为说，哎呀，公庙出前夕会不会真的是瘟疫啊？瘟疫对不对？搞错了。然后呢，其实当时啊，这个检察官跟法医希望能够解剖。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人有个习俗？狼戏都算了，对吧？希望他入土为安，或者是火化，他不愿意让他更留几刀啊，那啦哈，有感觉说他会好像会痛，会怎么样？可是就是因为错失这个解剖的时间，照理来讲，你要是那个解剖的话，把他的内脏拿去化验，得才怎样讲他是怎么死的嘛？结果就因为大家都拒绝，一死一个死一个死，他一倒倒的太多了，倒太多、啊，对，倒到连检察官跟警方大家都有点觉得这个是非常离奇，你知道吗？非常离奇。一直到有一个小朋友呢，因为他跟他的姐姐被一个妇人呢拿了一个胶囊，红白相间的那种胶囊，就是一般加油啊，加油啊那种胶囊，然后给他们两个人姐弟两个人吃，结果这个弟弟呢一吃苦苦的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以后呢，姐姐把它吃下去了，结果姐姐就死掉了，哇，弟弟昏迷送医急救救回来，对，那弟弟就跟警方讲说啊，这个老妇人、啊、看起来、啊、其实并不老，年纪才三十五岁、哦、可她看起来就年纪看起来很大，像欧巴桑的老妇人这样子、哦、然后说啊，说是她妈妈、哦、说是这个姐弟两个人妈妈、请她把这个胶囊给他们，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怪事，所以说一定要让他们两个把它吃下去，这样子才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小孩子没有戒心嘛，那又看到老妇人，那小孩子通常会对长辈比较有敬畏之心，不一有他就吃进去，结果他吐出来，结果他活下来。警方就根据这个线索查到哪里呢？查到枋寮附近有一个妇人叫做高连叶，去到他家就跟高连叶这样聊啊，这样讲，对不对？高连叶还跟他讲了一大堆，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跟我没关系啊，你不要栽赃的，那到底有没有关系、啊？”然后呢，而且呢，最近因为那个枪息都出来了，你知道吗？他还提供一些药粉给警方，说你也可以吃一下，没有误导的感觉。那没有证据啊，没有积极直接的证据，警方就开始从旁边，结果后来发现。他也曾经提供给其他的人，那小朋友呢也是吃一点吐掉，然后中途昏倒，两个指证都是高连叶，而且指证他的摩托车，他骑那个轻型的摩托车 ，OK， 然后就到他家去 bingo 搜索，搜出了氰化物，哇，这么毒啊？对，原来是他自己本身因为子宫肌瘤等元素，后来把自己的子宫拿掉，不能生产。然后他突然看到有些小朋友看到他老公了，喜欢小孩子跟小孩子玩这样子，他就很恨说，因为老公对我不好，会不会是因为我不能生，所以看到小朋友就很生气，所以他就跑到这个西药房等地方，理论上氰化物是不可以卖的，那当时呢，南部很多人不是毒鱼吗？都用氰化物去毒鱼，他就用这个借口拿到了七包的氰化物，又买了胶囊回来把它装进去，然后看到小朋友就把它弄了以后给他们吃，毒死了以后呢，他说他回去啊，就他在下手那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很开心。回去以后呢，就好像双重人格一样，觉得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对，没事一样。我刚刚不是讲说他毒死七个小朋友？可是我一开始讲他是台湾杀人史女性杀人史上的记录保持人，杀了十个，十个，那还有三个是什么？哪里来的？还有三个是之前杀的啊？原来他动手的前一年，他已经毒死了其中一个小孩子的姐姐啊，你知道吗？没想到隔了一年又回来毒。除此之外，他还毒死了自己的一个亲戚跟一个邻居，所以后来
他就判了死刑，枪决了。好，所以呢，在讨论完了这样子相关的社会案件之后呢，话题要稍微转一转，来看到的是国际之间呢发生了重大的一个新闻啊，那就是呢，你知不知道，平常呢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本分，要做好安全的检查，因为呢在进行的高峰会啊，每个元首的安全是非常重要，这样警卫很认真啊，但是呢同样的要跟着总统进去，随身带有携带这个手提核子武器这个密码的这个特勤人员，结果就被挡在路上，因为他不给他检查，就造成这样的冲突。这样的情况呢发生在呢在南非进行的这一个金砖五国的这个高峰会上面。我们先看这则报道。总统普廷出访南非参加金砖国家高峰会时，负责安检的南非保全要求扫描普廷随护的手提箱，但手提箱内疑似有核弹发射密码，双方不肯退让，当场爆发冲突。俄罗斯外交部长一度被禁止进入会场，直到一名南非陆军上校出面，一行人才过关。其实美俄两国总统身边的手提箱大有玄机，里头都藏有核弹发射密码，随护绝对不能让箱子离开总统一秒钟，目的就是要确保两国总统随时拥有核子打击的能力。感觉上呢好像两边呢都各蛮有理由的，一边呢觉得是他们的这样安检很尽责，但另外一边说你怎么可以来检查我们这个呢，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冲突情况，这样子算是还蛮常见的吗，欧老师？好，那照理说这个盒子手提箱啊是一秒钟都不可以离开视线的。当然啊，那南非的训练人员或者是安检人员应不应该知道那个手提箱是什么？对，他事前就应该知道，应该要知道。好，可是他显然一副不知道的样子，叫他要过 X 光。对啊，好，那不然那就过嘛，就整个人连人带那个人一起进去过，不给他过嘛，因为差那一秒钟就有可能发生问题啦。为什么呢？假设这一秒钟过 X 光之后，在中间不见了，现在是要算谁的？算谁的？当然了。那可能核武就由他们来发射了。对啊，你要知道，同时间只要多少颗核子弹在地球间爆炸，地球就会同时毁灭。这是大家有的知识。好，所以他当然坚决不动，所以他们就远出全武行，肢体冲突。对，最后还互相干掉了起来。好，然后还限制谁入境啊？互相这个拉扯了一番，这还不打紧啊？接着呢，还影响到元首之间哈，当然互相的对待。好，那要知道说这个严重程度到什么呢？在俄罗斯他们交接的时候，总统交接的时候，最重要交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哇，不是别的，不是国玺啊、印信什么，是这个东西。这个如同哈，中国大陆他们不是身兼很多吗？总书记啊、军委主席啊、国家主席吗？对，最后交的最重要要交的是什么？是什么？军委主席。军委主席。记得当时邓小平最后退居三军之后，抓住军委主席吗？后面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军权是最重要的，当然核子弹权最重要。全世界最后控制权力的，现在不是黑帮啊，不是黑手党，是核子弹俱乐部。谁控制核子弹？要不然金正恩凭什么以28岁就是跟大家玩这样的游戏呢？好，所以这个皮箱的交接就非常重要。那这里面它当然有密码，对不对？好，它总共控制在谁的手上？如果以俄罗斯来说，总统手上有一个，国防部长有一个，对，参谋总长手上有一个，而这三个里面三种密码是不一样的，当然要不一样。好，那按密码呢，只要按超过几次错误呢，它就不会动了，就完全卡住了。那么他们的发射是这样，这三组皮箱里面只要两组同时按了，同时启动了，核弹就飞了。到底这一个手提箱里面长什么模样，有什么样样子呢？其实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大家可能常常都还看到。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早一点的电影来看看，到底这个手提箱长什么样子。Do it, General. You're insane. I won't. Do it.Put your hand on the scanning screen and you'll go down in history with me. What? The world's greatest mass murderers? You cowardly bastard! You're not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 am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he people speak through me, not you! Now you put your goddamn hand on that scanning screen or I'll hack it off and put it on for you! Do it! May God forgive me.Congratulations, General. Complete the sequence, Mr. President. My destiny.
好，这样呢，在美国呢，这样子的一个手提箱，你看足以呢毁天灭地啊，造成世界毁灭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随时呢就是跟在总统的身边，还有一个代号叫 football， 美式足球这个 football 到底呢里面长什么模样？现代呢已经变成是什么样子？这就要问孝伟哥啊。好、哦，这个 football 这个东西啊，其实由来已久、你基本上只要看到那种美国总统出巡，旁边一定会有个军事武官，然后手上就提这个 football，、提着那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上看到它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柔软的黑色的皮包、那这个皮包其实很大，也还蛮重的 那个垫起来、大概有差不多十公斤左右，十公斤啊、哇，那个武官的手还要很能提啊、也就是它第一是十公斤，我们知道你上飞机的那个行李最大是十公斤嘛，最大其实十公斤、但其实那个十公斤你提在手上里面、也还挺累的、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钛合金的外壳把它包住，哇，为什么？因为当那个事情大条要发动核战的时候，这个包包啪啪打开，然后要马上对总统做什么呢？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确定是总统，确定是总统啊？对啊，你要有目前来讲，可能的方式是有借由那个眼角膜哈，眼角膜，然后另外有指纹，对，这两种东西只要确认，借由生物的这个特征辨识他是总统之后，另外还有干嘛嘞？还要进行一些认证卡，认证卡。那个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孔雀总和》，那时候在E4总统指挥机上，我们以前讲过末日飞机，那时候大那个美国总统、国防部长还有那个。国务卿等等几个人都把那个卡片搬开，啪啪啪，然后拿出来 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开始确定，对，确定了密码，对，好，那我这个总统，我知道我干了总统，从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干这个事，准备要按钮了，按下去就，所以你看，那要决定他按钮是什么呢？他这边就有一个黑色手册，告诉他今天有哪几种行动方案，比如说今天如果要在那个冷战时期要对前苏联做毁灭性打击，那有哪些方案？有要打多少颗核弹？海上的潜舰要射多少出来？空中的轰炸机 B-52 要丢多少出去？地上的 MX 飞弹要射多少？所以这是像使用手册一样的。对，其实就是一个 menu、然后第二个，另外它有那个美军自己的基地啊，机密的基地，攻击的那个基地，然后还有另外它的那个 E-4 空那个总统专机啊，如果在经过攻击任务中，要如何的去在空中跟那个空中加油啊、汇合啊，然后等等，还有那种各种就是如何去躲啊，然后要那个降落的，然后另外它有紧急的广播程式。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发动了这个核战，然后就像你在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三集最后面，他们那个两个人不是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对，山洞里面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总统就要坐那边对全世界广播，当然他是在那里，在这个情况下，他是要在 E4 总统专机上对着全美国所有的军民防组织公布说，现在已经爆发核战了。接下来大家要赶快去寻求掩蔽，然后自求多福啦、所以呢，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还挺炫的、但是呢，就是操纵在这么重要的东西，刚刚小伟哥有讲，一定是如影随形的一个武官呢、像武官一样的跟着总统，还要呢那个用手铐铐在手上，就代表呢这个没有这个箱子就没有这个人了，一定要在一起才对。但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真的有人就把密码有贵为总统，而且还是美国总统，曾经就搞过乌龙啊，这样子呢，他手下的把这么重要的密码都给弄丢给忘掉了，发生在谁嘞？克林顿总统身上啊，孝成哥啊，没有错。我们过去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克林顿总统他有一个代号、叫老鹰嘛，对不对、？Eagle 嘛，对不对？老鹰很了不起，对，老鹰很了不起。他老鹰如果那个裤带如果松了之后，有没有、也会把很多东西有没有就会给忘了、真的啊，真的怎么说啊？这个他丢掉的时间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就是他跟那个录音司机那个事情，这个丑闻案发生了隔天之后呢？真的啊？对，那隔天之后，那他们的定期要更换那个密码，他们那个叫饼干 cookies， 对不对？好、要更换这玩意的时候呢，但有个专人就过来说：“对不起，总统先生，有没有？”Eagle 先生，麻烦你把那个密码我们换一下。结果后来客人就说我弄丢了，这样。这玩意儿居然还弄丢了，你知道吗？这很夸张，而且一丢还丢了好几个月还不知道丢到哪边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掉到那个录音司机的那个外套里面去了，知道吗？从此就人间蒸发。不是只有他，还有另外一个也曾经弄丢过，就是叫做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对，卡特总统的话是一个行事中比较小心的人，他每天都把这个密码有没有放到他自己口袋里面去。结果有一天的时候呢，总统这西装穿再久还是要去送洗的，就他就不小心就把那密码就跟着那个送洗西装就一起送去送洗了，这样子。结果当下那个洗衣店老板拿到那玩意的时候，看到哇、不得了，有没有？所以是被发现是拿回来了，这样子。所以呢，
我跟你讲，再厉害的了不起的总统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也会有落差的时候。哦，所以真的是还蛮落差的。但是呢，哎，讲到了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大家最熟知的，从好莱坞的电影看，那都是美国的总统随身带这个。然后还有今天的新闻，我们听到是俄罗斯的总统。那其实全世界有核子武器的，也不是这两个大国，其他国家也有啊。那就要问赖教授，像法国有没有什么？他们也是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拎着一个手提箱这样到处走吗？法国不这样玩。哦，法国那怎么玩呢？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是总部是设在法国巴黎，嗯哼，然后美国把核武器都放在法国，对，那法国的总统，当时的总统戴高乐就觉得说，哎，你所有的核子武器都放在我这个国家，那我应该要有按钮权嘛，啊，那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跟那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就说，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不给你打他枪啊，就所以就吵起来了，啊，吵起来，后来这个戴高乐总统就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嗯，我限定你几天内。答复，如果你再不答复，你全部都搬走。后来呢？当然，丘吉尔跟那个罗斯福也不同意把核武器交给那个那个让他们三个人共同持有、共同拥有按钮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时间到了，他们就全部搬走了，就搬走了。所以现在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呢，就搬到了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比利时。可是从那时候就刺激到了法国人。法国，所以戴高乐就开始下令，开始要研发核武器。研发核，说这么不给我面子啊？对，果然。在他们就1960年代就研发出核子武器，这个时候核子武器研发出来以后，就涉及到这个谁有这个权利按钮啊？按钮要放在哪里啊？那因为欧洲国家跟美国他们的总统基本上班的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啊，是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会清楚知道英国的首相就住的地方就是他上班的，对，法国的总统住在埃里谢宫，也就是他上班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按钮权。按钮就放在埃里谢宫的地下通道，地下室。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法国的总统第一时间往地下跑。哦，就跟我们的总统府有个地下通道一样，锁在里面，他不用一个人顾着就对了。对，他不用人顾着，他往底下跑，往底下跑，它里面有很多钢板哈、钢门，然后有很多的这种防震坡的，他就在底下里面开启这个按钮的。但是美国的总统就不一样了，美国不一样，美国总统我们刚刚看到他们是随时带着走的，因为世界各国都把这个核按钮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武器。对。控制在总统的手上，这也是应该的。好，所以了解了一下呢，其实呢，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核子武器这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拥有这个按钮权的人，真的就是现在掌握权力的男人啊。节目进行到这边呢，待会呢还有更多丰富的议题，例如我后面的这一张空照图，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端倪呢？这个空照图呢是这个海南岛上面拍出来，今天也是这一天才公布出来，原来中国的他们这个军力军港啊，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啊，好像一直都是要跟美国来做对抗，而且呢他们这个防御的能力越来越高了，待会带大家来说分明。好，中国大陆啊，全力打造他们这种新的中国梦啊，在全球各地啊，抢能源啊，插股啊，这个谈合约啊，签协议啊，什么事情都做了。我们在最近也讨论过，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军事的这个武装的能力一直在升级，也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啊。就像呢，这个最近曝光了一张照片啊，就是呢这张空照图啊，讲的呢就是在美的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军舰的一个港口啊。从这个设施，军事的专家还有军事的媒体呢，就可以研判出来，他们的这个是要给他们的核子潜舰做一个停靠，而且呢，他们的这个非常严密，还可以看得出这个厚度。我们是看得不是很懂，所以要问赖教授。我们看到了他们现在目前哈，从这个空照图，其实各位就可以了解哈，西方人每一天啊，就拿着那个 Google 哈，然后放大镜在不断的在研究，在那边看，因为他们想弄清楚到底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对。我们看到了这个三个哈，这个停靠码头，其实他们从它的长度哈跟它的水深，他们已经可以测量出，这个就是未来可能是航空母舰要停靠的。航空母舰，也就是说他们在思考是不是为了他们的未来的航空母舰，哇，不是潜艇啊，是航空母舰啊，潜艇也被发现了，也被发现了。从这个地方再往这边走，对，这边很有可能未来是航空母舰的一个停靠货，真的这么大，要够长，要够大，而且呢，一般来讲标准的，有的时候还在一个码头里面可以停靠两艘航空母舰，而且不会说没有目的就盖一个这么大一个这个，一定就是有目的的。对，所以他们就推断说，有可能三亚这个地方是未来航母要套，可是更重大的一个事情是在这里被发现，在这里，在这里小一个洞，这么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洞，而这个洞口，他们估计就是应该是中国大陆的
潜舰的洞 洞口，而这个洞口目前被发现至少有四个，所以一定是四个以上，因为已经发现已经有四个洞口。每个洞口往内走的时候呢，那么往就是洞口往内伸，因为它离水底下大概在17公尺。然后洞口都有做加固的工程，例如说加到60公分以上的灌浆水泥混凝土，然后让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好，所以使美国的导弹也好，或是钻地炸弹也好，打不到，而且很难打得到，也打不进去。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都在山的岩体底下，所以很难朝这个洞口打进去，打进去，而且也钻不进去，也钻不进去，对，钻不进去。然后呢，这个洞口往底下走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山区里面。那么目前估计，最少有两个地面通道往外伸，就是反正你这样看也看不出来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伸法，所以都是个谜。所以目前估计说可能会每一个洞口至少，而且这种至少有两个通道往外，为什么呢？因为它往外伸的话，外面的一些弹药啦、粮食补给啦，就可以透过这个通道进入这个弹口底洞口底下。在这个洞口底下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于这个潜舰做一些补给、装载、装填炸弹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但是他们估计，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是因为他们在测量的时候发现它的宽度跟深度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未来要作为战略核潜舰的放的位置。哇，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如果是战略核潜舰他们的一个出入场所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到南海这个地方就危险了，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样的情形包括印度、包括美国这些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他们在南海这个地方要举行一些军事活动或是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永远要考虑它水底下可能有中国大陆的这些很难发现的这些核动力潜舰或是战略核潜舰，那他们就会有巨大的压力。好，真的是有巨大的压力。不过呢，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这些设施现在是曝光，美国这边有没有控管不知道，但是美国现在很忙的呢，还要面对北朝鲜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呢这一次啊跟这个南韩的军事演习啊，好像常常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些东西又曝光，虽然过去也用过，但是呢在这个联合演习好像就是要用给北朝鲜看，让北朝鲜再来骂的。这一次是飞什么呢？飞的是 B2 的轰炸机啊，在电影里面呢大家也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隐形轰炸机的一个效能，先来看看片段。好，我们先前呢，在这个呢，美国跟韩国的军事联合演习里面看到的是 B52 的轰炸机，那个时候呢，已经让北朝鲜气得跳脚了。所以这一次呢，传出来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飞上去之后呢，连这个北朝鲜这边就已经叫做火炮预备了，已经做好这个射击待命的一个工作。啊，但是大家可能了解到底啊 ，B52、B2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但我们今天有军事专家，这个我们就来问孝伟哥，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是 B2 轰炸机啊，现在就像我手板上各位看到的这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照片觉得，哎呀，这个造型非常奇特，很炫啊，怎么跟你在家里面玩的回力镖长得很像？对啊，很像啊。其实当然，它这个飞机它这个基本设计，它是一个所谓叫 flying wing 啊，它呢尽量就是说让它飞机的那个表面啊产生让来照射雷达波产生一个单向反射，就让打上来雷达波尽量啊朝那个雷达的反方向反射掉，不要让那个回波有太多可以回到原来发射的那个雷达，所以有逆踪的效果。哎，对，也就是说，所谓逆踪啊，它其实并不是说真的你就那个看不见了，它其实你看你眼睛还是看得到，还是看得到。哎，你的眼睛 Mark One 巡标器一定看得到，所以B2 轰炸机如果要进行真正作战任务，它一定会利用黑夜的掩护，然后悄悄的，然后钻进你的领空，晚上看也看不到，然后把那个炸弹舱打开，炸弹一丢就跑了。那这个飞机啊，基本上是美国空军单价最高的武器，单价最高，对，一架超过$100,000,000哦，相当于你就看到一艘神盾巡洋舰在空中飞来飞去。为什么这么贵啊？对，因为当初他原本要造的时候啊，他要造100多架哦，但是当他这个飞机完成测试，准备进入量产的时候，
苏联垮台了啊，对，所以没有敌人了，没敌人了，你还要买这么贵的飞机干什么嘞？那预算就被砍了，所以最后只买了十几架，而且这十几架之中啊，还在这个关岛非常不名誉的损失过一次哦。真的，如果各位有印象啊，这个关岛在那个 B2 的轰炸机在那边就飞飞就砸掉一架，后来。当美国人查出砸这个 B2 轰炸机的原因，更是让美国人傻眼。怎么说？因为关岛安德森基地啊，空气非常的潮湿，所以他每一组人到那边去的时候，都会有前辈告诉他：哎，你在飞这个飞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状况？如果湿度太高，你把飞机里面驾驶舱里面的电热器打开啊，让它除湿一下，然后你的仪表就会正常。结果刚来那一组那两个小伙子来，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口耳相传的这个。Pebble, 你知道，结果飞机一飞啊，整个飞机里面仪表通通都乱了套，然后就下来了。哇，对，真的，这么贵的东西就这样子，就这样完了。你刚说这十亿美金啊？哎，对，十亿美金就没了，对，就没了。但是啊，这个飞机，你说虽然说它会这么奇怪的就这样掉下来，但是你说它厉不厉害？它还真厉害，真厉害。因为它呢，这个飞机啊，它不但能够挂80枚的这个500磅炸弹，当然你说现在飞到你头上丢个80枚炸弹下去，没啥楼用了，没有什么用，对，没有什么路用。但是呢，你要挂什么？你要挂什么？巡弋飞弹或是特大号的精准导引炸弹丢下去，对不对？炸中目标，一发命中，让他一次毙命。哦，真的好像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啊！不过现在看到呢，在美国呢也要再展示一下他们的一个军力给这一些的北朝鲜来看。所以刚刚有讲过，北朝鲜现在是要做反击的一个情况，但是哎，这就很好笑。最近呢，这个北朝鲜这边呢，好像问题还比较多。除了呛虾之外，现在有一些吐槽的事情也出来了。先前呢讲说北朝鲜做的这些演习啊，这个美国官员还是谁啊，是说这是用剪上复制、剪下贴上，所以呢，原本呢。图片上看起来好多艘船，其实只有一艘啊，是这样吗，瑞德哥？对，没有错。雄威正在我们播出节目的同时啊，北韩有一个电脑工程师正被吊起来用鞭子毒打。啊、真的对，为什么呢？他不是南韩或美国的间谍，不是被鞭子打、因为他对北韩，他对这个国家犯了不名誉的罪啊。哦、为什么呢？怎么说、啊？他竟然电脑修图演习登陆的照片被人家抓包发现，被发现是假的、啊，所以对北韩来讲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啊。那是真的假的？为了面子，你看那个轰炸机，美国的那个轰炸机过来，对不对？金正。一下子全国伪装，然后一下子飞弹一定飞出去、啊、哦，要面子嘛，对不对？在这种状况下，你竟然被抓到了造假，这是什么造假呢？这从20几号以来啊，因为为了因应美国跟南韩的这个军事演习，所以北韩一连串的啊，又说切断两韩之间的这个联系，对不对？然后一下子又全国演习，所以他公布了北韩的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一系列的演习照片，其中就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哇，这个气垫船，对不对哦？气垫船哦，这个不断的登陆跟反登陆演习嘛，好多啊，好多 啊，对不对啊？不好意思，那个其中有3个是假的，这样都找得出来是假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他要塑造，就是说好多好多，然后我们千军万马的那种感觉，对，那种感觉很震撼。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演习本来就是为了要尤其是要有外宾外媒来的时候要宣传，本来就好看嘛。像我们特种部队有一次要给外宾看，我们整整为了那个短短10分，我们训练3个月啊，真的，对，就3个月就是为了给他们看吧。所以呢，演习本来就是为了要让人家宣传的，达到宣传震撼的效果。哦，没想到你太小看现在的这些电脑高那个媒体的电脑高手，为什么呢？他们一看，哎呦，这个好像一模一样，长得很像。然后呢，水花也没稍微修一下，对不对？近景的角度也是一样。那真的该编了。后来8艘的这个气垫船呢，总共查出来有2艘是把其中一台啊复制 copy 成2艘，另外1艘是加进去的。加进去的，对，连这个都可以查得出来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你那个北韩，因为北韩的你知道那个网军很厉害嘛，对不对？有非常好多的。资深的优秀的大学生就把它网罗进来，结果你就用修图软体就把它修进去。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今天那个被毒打完了以后的那个电脑工程师要换一个才行、啊。哎，离开了以后或者是回来以后，他已经痛改前非，所以以后他一定会把那个一定把那边都修的，一定把水花稍微修一下。哦、好，这样没关系。但是呢，北朝鲜这边呢，这个电脑工程师有一个比较落漆的一个情况。哎，再换过来，再看到南韩这边，刚刚呢，美国是有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飞上去，南韩这边呢也开始要研究要。怎么样对付北朝鲜，就是要快很准，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碉堡克星的这个东西，真的能够有效吗？这要问什么是碉堡克星，这要问孝伟哥。碉堡克星啊，其实是美国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所准备的一个武器。为什么啊？因为他们发现从长期的卫星照片啊所收集到的资料，
发现这个海山呢、啊，为了要保存战力，所以他都把这个很多的武器装备啊，把它加以那个地下化或者把它碉堡化。那美国他们，我们知道现在这种战机啊，它所能够吸挂这种炸弹大概500公斤、1000公斤、2000公斤，了不起了。但是这些500、1200公斤的这些炸弹，它能够穿透的这个那个 bunker， 你看啊，像这个好大好大一个炸弹，很大一枚炸弹，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故事主角 GBU-28。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那几种大概2000公斤的那种炸弹，它炸中的目标以后了不起钻个10公尺深嘛，但是。海山知道你这个美国人的这个镭射导引精准武器的厉害，我的碉堡或者说我的控制站就再挖深一点，再挖深一点，挖更深。所以那时候美国人打算，那时候美国人发现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厨艺了8寸大炮的炮管给它锯一锯，锯一锯，装炸弹，然后前面加个镭射导引头，然后加上气动力套件，然后让它能够从空中啊，像 F-15 战机那样丢下来，然后。这个 GBU-28， 因为它是4000多公斤的，命中目标以后，它可以往下钻，大概钻个30公尺深。因为我们知道北韩的这个它的地理特性啊，跟南韩来相比，它比较多山，所以多山也就更容易去挖这些洞啊。那当然，你不太可能说从山顶把它打一路打进去嘛，那很深。但是一般而言，你了不起，你门口这个混凝土，这个水泥混凝土这个门哈。是水泥门哈，那你也不可能盖个30-40公尺厚度吧？所以那我现在用这个4000多公斤的 GBU-28 炸弹，我这样贯穿30公尺，能够钻进去就好了。而且即便你第一枚钻不开，第二枚再补，第一枚钻个洞，钻个大洞，然后剩下一些第二枚再钻进去，一样也可以啊。那韩国啊，因为就是你知道嘛，北韩有这样的威胁，那美国老大哥，哎，这个东西就卖给你吧，卖给你，所以对，一定要买，哎，你这个南韩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这批这个 GBU-28 的这个镭射导引炸弹，他们在5月份要交货，等到交货以后，如果金正恩还觉得要把事情再闹大一点，那时候韩国就有很强的反制武力了。哦，好，所以呢，就让大家继续看下去。不过讲那么多，还呢，美国又提供了这一些武器要给南韩来做这个不管是自保、或者是攻击北朝鲜来用，不管。但是呢，大家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他们两个国家打不打啊？先前讲的呛香呛成这样，都一级这个全国战备了，好像发射口都已经瞄准天上了。然后呢，但是又有人在这个中国的媒体都爆料说，好像去中国是说不会打，所以大家都已经搞混了，所以我们就来问这个军事专家赖教授，到底会不会打？大家现在很苦恼，很苦恼，因为到底打还是不打？不过那个金正恩的风头已经出境了，真的还出了蛮、多风头。他已经不只是出国内的风头、他还出了国际的风头、因为这段时间几乎全世界的媒体舆论都在盯着这个金正恩到底在干什么。对啊，因为他每一次就一升级。上次的这个 B-52 轰炸机一过去来了3次的时候，它就升级了，所以叫做提升一级作战状态。这次 B-2 轰炸机两架直接从美国本岛美国本土直接飞过去，当天来回，当天来回的情况下，今天凌晨，今天凌晨就是凌晨30分，他召开他在他的那个最高的司令部里面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然后再提升，再提升，再提升，说飞弹部队哦，长城那个炮弹部队准备啊，对，就是随时准备下令开火，所以你可以看到又提升了，又提升，又提升了以后，大家就在研究，就是说，因为当时当天因为一提升发布这个新闻了以后，韩国的国防部部长马上就跟美国国防部部长两个人就通电话了，那么就商讨说到底该怎么办，美国国防部部长说。再强悍一点，哇！再狠，他提升我们也升。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怎么样，我马上启动攻击。哇！好，这个时候大家，大家就在看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好，那结果眼尖的或者耳朵尖的，大家就发现，今天早上那个上工的时候，这个韩国的这些工人哈、一样可以到这个朝鲜那边去上班，那就表示因为韩国有些工厂是设在那个边界上，边界一样可以上工，那就没事、没有问题了。然后刚好那个旅游局的朝鲜的旅游局局长又一直到中国大陆那边去招商，说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啊，你就说那打起来呀、他说不会了，不会打起来，他讲出来了。对，然后大陆这边也保留，也维持跟朝鲜有一个那个讯息的畅通。美国他自己也说了。不要以为他关掉了8条线，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电话线都拔了，还是有跟他联络嘛。所以等于是说，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你就问美国人，就说，那你到底判断会打还是不打？这个美国国防部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没办法确定，因为没办法确定，因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我们掌握不了他，掌握，我们只希望
他有智慧，可他如果没有智慧，那很有可能还是会打起来。好，所以呢，真的是他们两边互相呛虾，好像这个连续剧一样，真的是还蛮有趣。不过呢，挑战新闻进行到这边呢，这个要到圣主的时间啦，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圣主要告诉大家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历史上的今天。1979年3月29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从此，台湾和美国的各项交流互动都要依靠这项美国的国内法案来维持。1978年，台美断交，中华民国与美国所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因此遭到废止。但由于台湾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优势，因此美国为了保障自身利益，隔年由国会火速通过《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美国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维持台海现状。它明确指出，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来改变台湾未来的作为，美国将会严重关切。也因此，台湾关系法一直被视为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的护身符。但事实上，条文里美国并没有出兵帮助台湾的义务，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这个法案的内容字里行间其实仍旧有着不明确的地方，这就是台湾关系法。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台美断交之后呢，这个中台湾跟美国的这彼此啊，这个交流啊，全部就是靠了这个美国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所以这到底是我们的护身符呢，还是还不是很好用的法？这样问欧老师啊。哎，大家请注意啊、哦！他用《台湾关系法》这个词的时候，已经讲台湾指的是指什么呢？我们的171个列岛。哦，这是一个很正式的文件，大家要注意。第二，他等于是给了我们一个吸星大法和软重甲二合一的东西。我怎么想？那这个我们所有领导人啊，应该哈要参禅顿悟，弄清楚里面的各中三昧。如果台湾这个关系法不见，而我们完全隶属于中国大陆，中国的海权或空权会向南延伸多少？350海里，哇，这个全世界是不会随便是、啊、去松动它的、所以务必要注意。哦，好，但是呢，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我们常常在讲，现在美国能够卖武器给我们，靠的就是这个法条啊，所以感觉啊说很棒啊，很重要。你看美国人多好，对我们都卖武器啊，孝成哥。哦，那个台湾的一个军武发展哦，成也是《台湾关系法》，败也是《台湾关系法》啊。为什么这样来讲啊？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很多的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那些武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美制的嘛？啊、对、啊，就存在这里。那败在哪边呢、啊？我们先两岸的一个军武的实力悬殊，有没有？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军事力量上面的一个积弱不振，也是跟《台湾关系法》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所需要的这样子所谓的防御性武器，要的通通拿不到啊，是啊，不要的通通过来了。不是法里面说他要提供给我们防御性武器吗？有啊有，我们现在有拿到了。悍马嘛，悍马战车嘛、每天路上跑来跑去。可悍马战车的时候在第二次的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没有是备受考验的、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我今天讲说句实话哦，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没有要求你卖给我们多好的武器，我们不寄望能有神的能力，有没有、但是不要让我们只剩下猪的本事，拜托。所以呢，美国人坏透了。好，对，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挑战新闻进行到这边呢，再请大家稍后片刻广告回来。我们要透过这个现在的这个卫星的科技啊，还有这种街景车的这种拍摄的科技，让大家去来探讨一下，来看看当初受到311这个大海啸侵袭的日本福岛，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马上回来。
好，现在网络发达，要查什么地方，只要上个网啊，随便谷歌一下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呢，现在这些呢网络公司啊，都有提供这个街景车去拍的当地这个街道的实际的一个景象。那当然呢，在两年前受到311侵袭的这个日本福岛啊，也不例外。现在呢，就有这个街景车去拍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现在福岛真的是像大家想，因为平常看空照的图，你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惨烈的一个情况啊，欧老师。对，这个20,000多户人家啊，被迫驱散了啊、嗯。然后这整个亮江厅的这个厅长啊，他其实也非常苦恼，说他们这些居民该怎么办啊？居民该怎么办？对，而且居民其实是非常想家，因为日本人他们对他们家的概念啊、嗯、是非常严肃的哈、啊嗯。这点是完全不逊于华人哈、啊嗯。那结果 Google 车进去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说，其实确实是非常凄惨，确实是很、哦、对，而且包括当时的这个海啸的情况，有的船比如浮在这个岸边哈、哦嗯，然后以及这个核岛之后的所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暴露的这个石头啦，或者是所有这个家具啊，都流落在街头上面，真的就是蛮断岩残壁的那种感觉，对，嗯、对，而且非常的阴森凄冷，阴森凄冷啊，哦、对。那显然像日本这样的高度具有处理灾变的国家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核能啊核安问题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现在也还是清理不了，就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知道没有办法整理啊。对，那国内目前有些专家一直在说啊、嗯、这个我特别要强调说，这个核岛福岛事件哈、啊、发生了以后没有死一个人 啊，我对于这个言论非常的有意见、啊、真的、啊、对，因为不能从死人来判断啊、嗯、因为它所延伸的问题，这是从 Google 的阶级里面就完全看出来，是的确无法解决，而且它延伸问题并不是只有这个浪江厅而已，是它辐射出去了以后，日本这个所谓的东北地带都产生了相关的影响，还有它所延伸的相关的水质这方面，其实有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说连九州那边的小孩身上都已经有这辐射相关的这个污染了哈，对，那表示说食物里面都渗透了，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怕影响到日本的经济，没有办法有效的公布啊。可是我们从这次的 Google 的这个街景的公布图，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街景图的公布之后啊，我们大概已经了解到说，其实它在收拾这个残局上几乎完全没有能力、嗯、那这个没有能力不是只有日本没有能力而已，是所有先进国家都不具有这个能力、哦、其实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概就只能先这样子放着了，你大概短时间也是处理不了。不过呢，这边讲我们先前也讨论过了，这后续影响包括了这一个福岛的这个灾情的事故之后后续的一些影响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当初包括呢影响到后代子子孙孙啊，影响到罹难者啊，断岩残壁啊，建设要怎么回来，但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那边的流浪动物要怎么办？其实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呢，毕竟那也都是生命，而且也不是一只两只而已。所以呢，日本的政府也要呢，光是要为这些流浪动物的想一个方法呢，也要投入大量的一个心力跟人力。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猫啊狗的专家孝成哥问他最清楚啊。这跟那个切尔诺贝利的这个核灾是一样，当人类把自己的身边的事情逐步安顿好之后、嗯，大家开始想到所谓动物的问题。可能已经是很后面的事了。对，这事实上在去年满周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在灾区里面的动物啊，像我们看到所谓的狗啊、猫啊，或者是牛，有没有？对，就漫步在大街上，就在路上逛啊。是啊，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太愿意去搜罗他们哦、嗯。然后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害怕他们身上的一个辐射问题的话，另外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动物在等他们的主人回家。哇，我觉得最感人就是应该狗吧，哈，狗啊，因为很多的狗呢，它一直死守在它的一个所谓家园那边，那不知道这个主人是不是已经罹难了，或者是遗弃他们，他们一直在守在那边，他也不知道。对，所以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对，过了这个核灾过了半年之后，开始有所谓的义工就开始陆陆续续就进驻到这个灾区里面，但是在安全的范围外，安全的范围哇，不然那义工还很大胆啊。是，那他们就开始去干嘛呢？就是做一些所谓救援的动作。我们现在看到有鸵鸟啊，也在那边这样就在路上走啊，狗狗有没有？还有牛啊、马啊这些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一个摄影家，他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些灾区的这些动物们的他们的一些这种下场跟他们际遇哦。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在哪边，就是有一个救援团体的话，他们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的狗，他们身上的辐射剂量只要在安全范围内的话，他把它救出来之后做什么？做治疗犬。做治疗犬。那什么叫做治疗犬呢？一般讲的狗医生。哦，就针对像这种癌症病童啊，或者是一些老人院的时候，这些狗狗们有没有？他们就会到这个医院里面去陪伴这些老人家，对于他们整个的一个身心发展上面来讲的话，是具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不论怎么样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大家彼此间，尤其在台湾的这些的事主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哦。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很可怜，有没有？那个是他们叫做不得已被迫。可是呢，啊、你有能力的时候，拜托你不要遗弃他们、嗯、哦，遗弃他们会有报应的。哦，真的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呼吁啊！当然了，你既然决定要养的话，当然就不能遗弃他们，要把它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今天呢，还是呢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参与我们挑战新闻的讨论。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挑战新闻再会喽，拜拜。